小哥哥们的到来，这里是由爱无止境游戏人生的爱游戏平台为备战欧洲杯开启的科普类节目《宝岛少女西游记》，我是主持人宝宝。那其实呢，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宝宝就说过哦，我们将给大家科普举办欧洲杯的十个国家跟十一个城市。那很多小哥哥就跑来问说，到底是哪个国家有两个城市来举办欧洲杯呢？嘿嘿。其实呢，就是同属于英国的英格兰跟苏格兰啊。那这其中呢，对于苏格兰，我们可以说了解的信息很少。正好今天有机会呢，让我们一起来探秘一下哦。请看 VCR。格拉斯哥是苏格兰的最大城市，位于克莱德河河口，苏格兰中西部的都会中心。这里也是苏格兰最大的经济体，人均 GDP 在英国仅次于伦敦和首府城市爱丁堡。制造业曾是该城市的中心产业，克莱德河畔的造船业更是重中之重。近年来呢，格拉斯哥逐渐发展成欧洲十大金融中心之一，众多苏格兰企业的总部都设立于此。本届欧洲杯的举办场地是格拉斯哥的汉普顿公园球场，这座古老的球场于1903年投入使用，可容纳51000名观众。欧洲杯时，这里将开放25%至33%的观众入场，也就是至少13000人。在这里将会进行D组的3场小组赛和1场1/8决赛。由于历史悠久，球场上的外观看上去并没有太多亮眼之处，但却是格拉斯哥当地有名的地标性建筑。汉普顿公园100多年的历史里，诞生过多项的世界纪录。1937年改建成全座席球场之前，在这里进行了苏格兰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吸引了149547名的球迷现场观战，也是创造了至今为止的欧洲足坛上座纪录。目前这里被当作苏格兰国家队的主场使用，除了球场之外，格拉斯哥的两支球队才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凯尔特人和流浪者队在苏格兰足坛合称为老字号。这两支球队分别拿了51次和55次的联赛冠军，联手垄断了苏格兰的冠军指标。来看看最近20年的联赛夺冠球队，球迷们纷纷调侃，还有比苏超更无聊的联赛吗？本届欧洲杯，苏格兰队有2场小组赛将在汉普顿公园进行。这个小组里，苏格兰很有希望以成绩最好的第3名晋级淘汰赛。那么在主场的2场比赛将是至关重要的。届时，让我们看看苏格兰队在汉普顿公园的发挥吧。欢迎回来。米西安看完呢，虽说苏超在欧洲都不算是主流联赛啦，但其实呢，宝宝对格拉斯哥流浪者队还是有关注的哦。他们刚刚拿到了本赛季的苏超冠军，同时也终结了凯尔特人队联赛的9连霸，而带领球队逆袭的正是前红军队长杰拉德。不管是踢球还是执教，杰拉德呢都是宝宝喜欢的类型哦。希望呢将来能够看到他执教英超的球队最好不过啦。那本期节目呢，就先到这边啦。下一期我们要去到哪里呢？记得来看哦，爱你，拜拜。